两周年有咩？记唔记得有啲咩搞鬼嘢？你记唔记得？我梗系记得每日嘅事情，我啊钉咗落脑海度啊！呢两年你觉得有啲咩有趣事情最深刻印象嘅？坏师傅咯，我一定系答嘅啦。坏师傅坏咗好几次，有一次第一次唔系坏师傅嘅，玩咩 Max Ping 三，玩 Max Ping 三，唔知话谂住玩完就完噶啦，跟住话咩核弹发射，我好记得我就系咁讲咩三二一核弹，哇应该 save 咗系嘛，怼冧咗大佬定乜鬼嘢，即系一 restart 就见到嗰、那个吓嗰、啊那个成面系避弹衣啊，嗰、那个猪嘴面具嗰个人啊嘛，揸重机枪，我好记得。嗱、啊，准备啦，预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好嚟啦，睇下会去边喊出嚟啊！我决定试一次大胆呀，我准备发射核弹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。之后再玩啦，之后仲有嗰、那个吓、啊，跟住仲有咩啊？玩咗个 Dead Rising 咯，我记得玩 Dead Rising， 玩到唔知一点啊，系嘛？人中之龙又系玩到唔知一点定咩？喂，我想知 Dead Rising 我玩到几点啊？黐孖筋啊！嗰只系严重 OT 喎吓、啊。喂，你唔系轻机啊嘛 ？Please， Super 咩咩啊？咩事啊？点解啊？诶 ，sorry， 捞错 save， 等，我因为我寻日买啊，我寻日整咗个 USB， 系呢、這个呢、這个，哇！虽然发冷气咧，发冷气咧，发冷黑咧，呢个点啊？两只 game 都系黐线嘅，我喺人中之龙，我已经系话一定系我连九点半 FIFA 我都冇踢，跟住一路打，由九点半打到去一点先完。拉开佢嚟先，呀、yeah! ！我狗姜系缺一死战啦，冲过嚟啊！柱气起身啦嘛，啱啦！呢个佢喊出嚟，哇大镬啊！爸，哇黐线啊，救命啊！哇呀！喂稳低，呀喂，冇甩毛啊！呀喊出嚟！啊！12点半，日中之龙1点半系玩咗个啊 Dead Rising， 真系黐孖筋啦！玩到一点半真系精神病啊！罗师傅访问系嗰个系都好有趣嘅事，请到罗师傅啊，好辛苦噶，请到佢。好人，阿大哥几好啊，几靓仔啊，系咪啊？啊！我哋大家喺度玩，跟住啊，仲有咩啊？仲有啲咩有趣事 ？Keep Man Y Safe 咯，好记得。哇 ！No Safe Game， 喂，精神病啊！有啦，有啦嘛！哇！喂，冇有啊，喊出嚟！喂，嗰、那个我记得即刻话而家表演话咩极速爆技，我记得系咩？话即刻由第一关打翻去个关嘛，吓、啊、新年啊，新年又同子花喺度玩嗰、那个玩嗰个乜鬼嘢？嗰、那个丧尸模式噶嘛，嗰、那个唔知喺度起楼啊，攞个锤殴人啊，我记得吓，嗰、啊那个都系非常有趣嘅其中一幕。我哋一路喺度打嗰啲丧尸啊嘛，记得嗰咩丧尸模式噶嘛。啊！新年我话打年兽，我记得我一开头啊，点解啲年兽着黑丝啊？咁样讲，啊呢个游戏咁啊，周围啲系年兽啊，呢啲唔系嗰啲啊，呢啲就系年兽，啲年兽我着得好性感。哇！边个又嚟？午夜屠夫，你咪多啊！好贱啊！成日专杀我，你两个系喺度夹硬屈死我。啊！你～成个今晚成所有嘅仇恨，
收了，哇！打佢啦，连收一嚟劈落，哇！一下劈爆我头，有冇搞错啊？力劲啲一劈，跳啊！殴爆你个头啊！攞枪咁爆啊！呢个系香港大球场啊，系啊，一台庆啊，我哋包起咗香港大球场呢、這个烂地，认住啲麦球、啲草地。炒到吓、啊、鬼五万一六嗰啲咧，就系、是、嗰个年收噶啦，放心。系、就系呢个之前讲错嘢，就系、是、呢个香港大球场噶啦。咁 short 鬼咗，突然间你挂住讲一讲咩黑丝年收，我啊即刻好想笑。讲真，啊，就系、是、都吓、啊、都几好。我哋嗰个台嘅台庆系喺个中秋节咗紧嗰阵时噶嘛，差唔多都应节嘅，通常都系咁样啊。团圆啊，都系一个好日子，我俾落去。